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然后今天呢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我们的魔币游戏的一个套装，它是来自于我们的 Super Fear Super Four 超级四系列的一个黑巨人，或者是一个黑的武士。然后这个武士呢非常的强悍，整个这个模具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的货号是6694系列，适合于我们5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自己去给它组装起来。然后呢你也可以把它呢和别的魔比游戏的这个小玩偶呢组装在一起玩。我们整个套装呢里面只是有8个小部件是要给你在这里给它组装，每这个部件呢其实是挺大的，然后相对来说呢是有9厘米高。我们这些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拆箱的一个展示。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魔比游戏的一个玩偶了。可以转动它的手臂，可以转动它的胳膊，还有头，还有手肘。我们呢可以给它把它的包装给它拆一下，这边呢还有一个它的我们的 Super Four 它这系列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玩偶，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故事都在我们这个说明书里面。在它这个系列里面呢还有我们的骑士，还有我们的公主，还有我们的小恐龙，一个小小的说明，然后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把它组装起来，怎么样把它这个贴纸呢给它贴起来。那我们这里就来试一下看怎么把它组装起来。我们把我们的镜头呢把它往下拉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怎么样贴它这个贴纸。Thank you.
我们在贴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贴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不注意，就容易把我们的贴纸呢给它贴歪了。我们组装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黑骑士，或者是叫我们的黑巨人，非常的帅。中间呢还有一颗大宝石，以及他的一个盾，还有他的剑。好啦，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视频，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屏幕的下方呢，也不要忘了留下你宝贵的留言。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希望你能够看得开心，玩得愉快喽，拜拜。